你最喜欢自己身上哪个部位？脸，嘴唇，嘴唇。头发，我的大胸肌，你有吗？我没有，但我喜欢，向往。涛涛，无敌波棱盖子。第七个，密不透风的。脚缝，脚缝。啊！这也行。哇！好，八个字了，八个字了。时间到了。锤锤耶！要锤一下。这个太难了。太难了。太难了，密不透风的齐刘海儿。哎，这借鉴你的，没办法，时间过了啊。